我们的主张，拼出我们的社会正义，就是讲，第一，持有三四型毒品，判刑纯子禁重上限从20公克，我们要立法把它下降到5公克。第二，要配套完整前，拿来暂缓什么？暂缓扩大适用毒品罪医疗前的自化修法。第三，我们要设立中央级戒断中心专责机构，这个专责机构我们要结合福利、教育、警政、心理卫生、资源配合等地方协助的一个戒毒者，啊，让他可以心顺畅来国家来给他帮忙，国家来给他帮忙。所以说这些的问题，我们在这边要特别呼吁了哈。染毒使人沦陈，使人妻离子散，使人家破人亡。染毒之人无信用，家人亲友看不起，赶快把毒戒。